Hello， 我在。夸张。拜拜。我都是坚持 hello 的，因为他两个都就会拜拜。啊，是你提出一开始是拜拜的。又不啱。是啊。是啊。是啊。你就说个个都说要讲 hello， 我就是要讲拜拜。你自己提出的。哦、现在就是这样的，昨天的我打到今天的我嘛。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各个。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排下去顺序。如果不是呢，我们他们不知道讲什么。我会咁排啊，因为讲呢句嘢啫，死都要排喺前面。系啊，欢迎收听啊，做咩啫啊？大家好，WhatsApp channel 成日讲 WhatsApp channel 嘅，知唔知先？你啊嘛，你啊嘛，你做咩啫？唔系成日讲做乜啫咯？系啊，做咩啫？咩啊？我哋个节目叫做咩啫？记得 follow 我哋嘅咩啊 ？IG。赖字系赖字 ，Instagram 你嘅唔好 follow 赖字，每一个人都嚟赖字你嘅赖字你生活，赖字你的。哎呀 ，follow IG 同埋 follow YouTube channel 系啦 ，subscribe 我哋个 channel 啊，实实在在，黐捻线，结结实实啦，实实在在，同埋认认真真。哦，我哋不嬲流流快快，系啦。今集讲咩？今集我系 YY。今集你先系 Y Y， 你集集都系 Y Y 嘅，系咯，我系阿牛，我系杨怡，系。今集我哋讲从没这么爱恋过啊，唔该，加啲朱古力碎，系啦。咁话说有一集咧，嗰、那个行山爱恋罗啊，我唔记得咗。教恋爱教野罗，有位听众就留言，话以为我哋讲爱情嘢，爱情嘢。佢见到呢个名字，佢即刻揿入去，好似类似教野罗啊，系sorry， 爱恋教野罗，三次都唔知有冇搞错，三次不认主。咁佢咧就话见到呢个名嘅时候咧，佢就哇。他哋讲爱情啊，咁佢点转头你就讲呢啲，讲行山。跟住佢有一丝失落，跟住咧，同埋有阵时佢哋都会话：，吓、啊、你哋几时讲一啲咁嘅嘢啊？咁样样嘅，即系三个女人就要讲爱情嘢咁嘅意思。好老土嗰啲人就系咁咯。系啊，咁我哋唯有我哋而家讲吓，俾我哋而家老土啫，系咪？系啦，我明嘅，话你哋老土啊，老土眼镜啊，跟住。唔系，我哋因为就住呢个，既然其实好多人都有讲过，我一定会讲啲爱情嘅 topic 啊，系好耐之前有人问嘅。咁我哋有研究过，咁我今日得出嘅结果就系、是，唔好讲其他，系唔好讲一五三，唔好讲其他，即系太高端嘅嘢，或者太深层嘅，例如嗰啲如何与伴侣长时间相处咁嗰啲咧，嗰啲唔得啦，即系未到嗰啲住，系未去到咁后，我哋只系讲翻一开始嘅时候，我哋成日都系讲皮毛噶啦，系啊，我哋几时系中意人啦、啊？几时？几时开始中意人？即系几时开始喺度暗恋人啊？恋爱嘅感觉你几时啊？我中意嗰个人啊，系啦，唔系啊，你可以暗恋佢，杨耀华真系暗恋嚟嘅啫，可能暗恋都得。你边一下突然之间细个冇呢样嘢噶嘛，边下天跌落嚟，我成日其实咁样突然间叮下咧，谂起咩啊？好似幼稚园已经系你，好似幼稚唔系系人哋啊，即系佢可能嗰条友话中意你咁啊，细个啊，系、哦、啊，即系我哋决定由头开始，系嘅，由头系啊，由头系吸身仔开始，吸身啦，由头开始系啦，我哋决定由皮毛开始讲啦，之后可能耐唔少再录一啲其他关于呢个感情嘢嘅感情环节系啦，感情咁系，我想打佢。你咪开始讲你话有人中意你幼稚园，幼稚园咯，记得你喺度谂紧，定啊，你话由头嘛，我就谂再，我就推到古早嗰阵时啊，古早又系即系咩意思啊？自己讲嘅啫，古早、okay. 古早味蛋糕啊，跟住咪系谂起呢个幼稚园嗰时候有个细路话，你都系细路，有个幼稚园个大人，有个细路系啊，幼稚园嘅时候有个大人，好恐怖啊 ！Yes yes。你
嘅和神、啊。咪有个细路咯，细路又叻 ，B B 仔。系系啦系啦，即系佢会话哎呀好中意你嘅咁嗰啲咯，跟住话拖住你啊咁嗰啲啊，即系一齐去厕所嗰啲啊。吓，冇一齐去厕所，一齐去厕所做咩？细个唔系你话去厕所去厕所噶，你唔觉咩？你要举手，即系人哋去厕所先去噶，你不能够任意饮酒动啊。我记得而家谂翻系咁，但系嗰阵时我都唔明咩意思噶。即是他说喜欢你，但是跟着又黐住你一起玩咯。哦、但后来又想起他说喜欢我，但我也不喜欢他。Amazing， 是啊、Amazing。 我记得好像后来就想即大过一点小学的时候，哇那时候那个细路说喜欢我。又来又说人家细路，你也是细路。其实你也很细个。他想象回当时。那个细路很细个。你当时都是细路。他还说多次那个细路很细个。是当时你都是一个细路。你不跟他一样大。我记得后来当我知道即识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谂翻嗰阵时，原来佢话咁样做系，我都唔中意佢。佢竟然咁样同我讲，仲成日咧，即系好似想拖住我一齐玩咁。即系嗰啲系一啲好，我觉得系小毛擦。我觉得即系纯粹嗰阵时系嗰个诶，我想讲细路啦，又嗰个人。嗰个 B B 歪歪生出嚟就系而家呢个样，系啦，牛高马大，大喺入边，牛高马大 B B 班，即系佢就会装 football 啦，好中意同你玩咯。你呢一集一定要喺嗰度前面啦，你都点样唔知讲咩？后边啦、啊，你一定唔知讲咩，如果唔系，快啲啊，大佬辉辉，系咯，就系咁咯。讲完嘅，咁、啊、就系咁啦。即系幼稚园就发现有人中意你啦。我幼稚园有，因为咧。我发现都是的，我不知道你现在会不会对住一些幼稚园的小朋友就说为什么你现在这排喜欢哪个啊，这样。我会的，我会这样问他们的。因为真的他们要答你，我这排呢就喜欢陈大明咯。那些是不是、啊、那个张思明呢我没跟他玩啊。那个是有这样的。即可能不是啊，即是他真的会说我喜欢这个啊现在。这样是，但可能他的理解喜欢就好玩、啊。但我就是小时候都是这样，我小时候都说我喜欢跟那个人一起的。哦，真系喎！幼稚园我仲唔记得嗰人叫咩名字？系咩？陈大文啊，我知道。我唔记得幼稚园啊，幼稚园都记得。我冇读过幼稚园噶，所以即刻就跳学。所以我唔，我哈佛得毕业，我唔知啊。所以，但系咧，我有见到我阿妹幼稚园嘅时候，哦，咁咧。佢就永远都同一个男同学咧一齐拖住手啊，跳舞又一齐拍档啊，两、啊、小无猜、啊，会有啲咁嘅人。有我都系咁，有一个咁嘅人出现。跟住大个咗之后问翻佢，佢话：诶，都唔知做咩，唔知当时做咩啊？咁好似头先 Y Y 咁啦。跟住之后系啊，佢仲话嗰个男仔仲想同佢一齐去厕所添啊，又嚟系啊！但系老师当然系约会就系去厕所，系啦，即系佢想去厕所。嗱，唔好谂得咁猥琐，即系佢哋只系想讲正鸡鸡讲嘢啫。是啦，不过你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咧，你啲屋企人或者旁边嘅大人咧，佢会将譬如有啲男仔嘅朋友嘅仔咧，同一啲朋友嘅女咧，就即系譬如一齐约出去玩嘅时候，就话诶、哎，你拖住啦，一齐拖住啦咁噶。而家又见到啲人，我而家谂翻喺以前细个咧，屋企人会做啲咁嘅嘢噶，即系譬如佢可能有个 friend 都系有个细路男仔咁样。你而家我哋依家呢个即系附近嘅朋友咧，都有啲人可能结咗翻个小朋友，大家都咁约出嘅时候咧，都会约翻啲可能有小朋友嘅家庭，等小朋友同小朋友玩啊嘛，系咪先？诶、哎，拖住啦，拖住啦，咁啊由佢哋玩就冇乜，即系可能到咧拖住啦，其实佢哋冇乜特别意思嘅。系啊系啊，即系你哋细路仔自己玩啦，我哋大人就要行街吹水。跟住呢个时候听众就话：喂，我想听一下啲有料到嘅嘢，你讲翻幼稚园。有料到，而家咪由头讲。唔系，但系咧，其实我嗱好多听众中意听我哋讲啲旧屎嘅嘢噶，一旧屎咁嘅嘢，跟住咧。咁就继续讲啦，咁真系继续。咁啊，讲到小学啦，就好似将你哋撮合，即系我意思好中意将嗰啲撮合啊。我觉得佢唔系叫撮合，佢只系一堆小朋友一齐玩啫，约出街，约去一个地方嘅话。系咯，咁你冇啲由细到大识嘅。未用到撮合啊嘛，未用到啊。嗱，你之后就嫁佢噶啦，吓、啊。唔系，通常你会问其中一个细路就话：，诶、哎，你中唔中意佢啊？中意咁嗰啲咯。你嚟嘅咋嘛？唔系我，我见过有啲人系咁样。哦我要澄清，因为我系觉得我好唔同意咁噶，即系如果我有细路，我觉得咁样系咯，佢自己中意点就点。我听有人咁样问，我唔会话嘅，因为你拖住佢唔会，你只话会啊。你中意拖就拖，唔中意拖就去玩就乖乖喺妈咪度啦，系啊，就算啦，系啊。以前佢哋会咁样讲，即系个 terms， 我觉得并唔系真系撮合嘅。系谂太多呢个细路，我觉得细路呢个细路嗰阵时好细，系头先讲。
我跟住幼稚园嗰个，应该真系冇特别。跟住小学嗰、那个，小学嗰个我喺讲小学嗰集嘅时候已经讲过啦，有有系啊，唔系嗰个，嗰个就应该系唔系嗰个嚟嘅，插佢块面嘅另一个，唔系嗰个，系有一个小学嘅同班嘅同学就话中意我咁咯，系，咁我就话好啊，我都中意你啊，咁，即系好直接噶，要中意啦。唔系，咁佢仲写啲纸仔俾我，咁样我爱你啊，咁嗰啲咧，自己张张画纸又成红色，跟住接啲嘢俾你咁嗰啲啊，点解唔攞红色嘅纸？咁你点样冇钱买？冇钱买？咩摆喺你柜桶啊？呢啲咁咯，我觉得好似去到四年班嘅，即系小学酝酿出嚟嘅爱情就系咁啦。系、哦，但其实我哋后屘即系除咗一年班之后，系冇同过一班嘅，即系只系喺操场见到就会望住大家系咁笑啊，唔知笑乜 Q 咁咯，爱恋嘅感觉。系啊，你望住佢就觉得好高兴噶啦，已经笑啫嘛。即系排队见到佢好啦，拜拜咁，佢就走了，跟住就好开心啦。然后我仲嗰阵时系班长特登攞簿定系咩，就兜去个课室门口就装佢，然之后又笑咁样 hello， 跟住就走。好纯粹，即系咁噶咋，都系冇其他嘢噶，咁就算噶啦。跟住我去过佢屋企，系因为佢阿妹搞生日 party， 系。跟住佢阿妹仲话：阿哥成日提起你嘅、哦啊，你就系嘟嘟嘟啊嘛，我知啊。咁样，然之后 hello 咁，唔知讲咩嘛。跟住一齐玩啦、啊，佢冇叫你阿嫂就好好好噶啦。中意佢唔识啦。嗰个佢阿妹嗰时一年班，我哋好似已经三四年班嗰啲。OK， 咁样咯。佢阿妹咁识交际。咁叻嘅，系咯，一年班喺佢屋都系讲噶，即系好似招呼人咁，成年都系去咗佢屋企，连佢阿妈，哦，你就系嘟嘟嘟啊，佢成日都讲起你嘅咁、哦、样咯，我咁你即系嗰个人，你喺佢屋企已经好出名，因为佢成日讲啊嘛，直情真系要即系第时娶你嗰啲。那个男同学喺我屋企都好出名嘅，系、哦、咪？嗰、okay, 个街知巷闻嘅咁咯，但系其实冇乜特别噶。因为我就系去，我真系去过一次佢阿妹话呢个生日，咁冇乜特别，佢都系觉得细路啫，同埋有试过好似 friend 啲啫，佢系信教嘅，跟住佢又唔知有啲教会活动、哦、有去过，但系你知道我最憎就系教噶啦，即系我唔信教啦，细个已经系咯嗬，瞓教啫，咁系分享有咩分享啊，冇嘢分享咁。仲叫你去埋教會，同埋 choir 佢拖住我咯。咁而家最嘅時候，冇俾人冇啲咁樣嘅哇，係細個，哇，佢拖住我啊，咁哦，好開心噶啦。可能應該係第二啲人就哇，佢哋拖住啊，因為我死啦，我唔知道小學有冇講過拖住呢個事情啊。因为我哋系教会学校嚟嘅，咁就喺个圣殿嗰度要唱圣诗咁啦。系咁咧，我哋就已经。啲人就喺操场排队啦，隔篱就系圣殿嚟噶，咁我哋要表演咧、啊，就入晒圣殿先，排晒噶，一排排噶啦。系，咁咧佢喺我前面嗰排嘅，我前面嗰个嘅隔篱嘅右边系佢，咁然后咧我嘅右边系个肥仔，嗯，咁即系肥仔前面系佢啦，我嘅前面系个另一个女同学。咁啊，企喺度啦，跟住系冬天嚟，我记得点解咧？因为咧，企喺度等紧啲人入嚟，即系坐低喺圣殿嘅时候咧，突然啲人拖住我嘅咧，觉得。跟住我就以为是隔篱嗰个肥仔，我仲啤咗佢一下，即系拖住我啊！唱歌表演唔就拖住我咁啦。跟住望一望，发现咦唔系佢，跟住我就望到自己的右手向上望过，原来佢喺咁样后边拖住我。电影 pan 上去嘅时候就系咁。跟住我就望一望啦，跟住咧呢个时候咧个肥仔就望一望，但同埋我前面嗰个女仔又望一望，喐得埋八卦咧。梗有啦，有你细个白唔白？好卵白嘅就系咯。跟住前面个女仔话：，哇，佢拖住你啊，咁咯。跟住个肥仔就小肥仔，喺度肥仔一直喺度笑咯。佢哋拖手、啊，即系咁样系啦。咁然后我个未啊，未啲人未入晒会，未入晒个圣殿，未坐低，未开始。佢哋拖手啊！然后我就记得咧，我就记得佢跟住佢就话：，哇，你的手咁冻嘅咁咯。因为我哋已经企咗个圣殿度，成人嘅情节，一阵子啊，因为好冻嘅冬天嚟嘅，只手冻晒啦，我就好冻咁。跟住我想讲成个圣诗就系佢拖住我唱，哦、其实去到最后就只手系热晒噶啦，而家 finally 系啦。Okay. 但系唱完有冇得讲？冇啊！唱完之后就好啊，甩翻只手，跟住我排队翻课室，真系可歌可泣，即系咁样完，好浪漫。呢、這个情节，我谂小学只系存在一啲人会成日讲嗰啲，唉，你即系话某啲人中意某啲人，成日都系讲呢啲嘢，有啊。因为呢啲传闻咧，其实系唔知点样嚟嘅，即系你唔会，即系点解会咁讲嘅？我谂有阵时啲传闻，可能归功于啱啱调完位啦。
即係話佢哋可能坐埋一齊，好多人一齊坐嗨啦，然後可能你又好多人同佢啦咁樣咁咯。唔係，但係有啲人即係可能好早熟噶，我以前都班上面都有好多呢啲傳聞噶。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那些是证实不到，即只是知道不停地讲花生。其实那些老师都知道的。哦、但他们要扮不知道。我那些纯情一点的。我不会这么高调。我们没有色情啊。不是我意思是那些人还是很纯。即系唔会谂一啲，因为讲紧话连去旅诶学校旅行啊，小学咁啊唔同班，但都系可能同一个郊野公园啦。但 A 班可能喺凉亭 ，B 班喺水池边咁样。咁跟住我哋就趁呢个时候快啲去搵大家。Okay, 即系可以自由活动啦，好似好浪漫咁拍戏咁。咁其实但冇嘢好做嘅，揾到佢系点咯？佢就佢你喺边边啊？一齐食薯片啊咁啊，就系咁咯。你食咩啊？今日咁，你过嚟呢边坐啦，都唔会理噶啦。即系即系咁样打散晒，都冇最后集合先去翻嘅啫嘛。跟住哦好啦，跟住过到去坐咧，啲人佢啲班啲我又唔识。跟住我就我都系唔坐，坐翻我嗰边揾翻我啲同学。佢话吓，咁你又走，我先过嚟揾你。哦好啊，咁样过嚟揾我咁啫。就系咁就完咗。都系咁，就俾啲嘢你，我妈俾嘅咁嗰啲咧，俾包嘢你饮啊，即系嗰啲咧。I see， 冇嘢可以，冇嘢冇嘢可以做，好乖咁啊嘛。有咩做啫？系嘅。有咩讲啫？系咪叫拍拖啦？咁样。嗯，喺其他同学嚟讲系咯，即系佢哋拍紧拖啦，即系哇，佢突然嚟揾佢咁，系啊，又或者好兴，可能佢只系行过门口咧，跟住门口有啲门口狗啦，称之为系，即系唔知点解坐门口嗰啲同学好咧口疏定大咬大声噶嘛，即系讲埋晒啲嘢咁，喂，佢嚟揾你啊！同埋以前会转堂嗰时特登行过去嘅，就我话特登攞簿去睇下佢，因为佢好曳嘅。变咗小学咧咪分组坐噶嘛，中间有个空地咁，其实佢就系坐喺空地中间嗰度，自己坐喺嗰度，跟住就 join 完之后 hello， 跟住就hello 就定系啊，佢就会系咁啊，就系为咗 say 个 hi， 都真系。又或者后屘佢又有一啲时间，佢系搭校车，搭校车走嘅时候要排队走先噶嘛。咁我就系自己放学嘅，即系我唔系搭校车嘅。咁、我就企喺嗰个课室个窗度望向操场，睇住排队上校车，就咁噶咋，系睇嘅咋。你又冇做啲咩？系咪都系嗰句去睇咯？佢又睇你，你又睇佢咯，互睇。如果冇嗰日睇，已经唔见佢嘅，跟住但系就问佢，但系就问佢，你系咪病啊？琴日？是啊，冇翻咁，嗯，因为唔同班啊，就系咁样样就度过咗呢、這个，就系咁噶咋，但其实都系去到四年班啫嘛，系，跟住后屘佢，我唔记得系咩事，中学，唔系啊，四年班嘅时候佢就突然之间就话，类似好似讲分手咁，但系又唔系讲分手嘅。系，即系我哋唔系呢个字，因为唔系同班，可能好少见。唔知啊，系即系好似冇再有啲咁样嘅行动咯，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啦，就唔系一啲好似话我而家我哋分开啦。冇噶，系啊，咁就唔 friend 啊，唔熟。即系不了了之之后，佢阿妹都系读同一间小学嘅。系，咁跟住我就问佢阿妹，我唔想揾佢啦，即系好似。佢都而家都唔揾我啦，咁系啦，咁我就问佢会可唔可以叫你阿哥俾翻本书我咁咯？哦，你唔直接问佢？系啊，跟住佢冇就我问下佢啊，今晚嗰啲咧，跟住但系就哦，我哥话俾翻本书你咁。咁就完啦，即系冇话佢揾你。我就话咁以后唔好问我借啦，咁跟住就攞翻本书，嬲够，系但系好戆居嘅。但系只不过咁样，但系呢个情况冇原因嘅，冇去到五六年班嘅时候咧，好似突然间好鬼奇怪，好似又大一啲咁，又觉得冇乜嘢是但啦。嗯，咁行过都会喂嘟嘟嘟点啊咁咯，即系冇乜特别事情咯。系，跟住就去咗中学咯。中学就多姿多彩啦。中学都系佢嚟，其实你睇嗱阿牛咧就一路咁大翻嚟。做乜啫？你哋喺边度讲自己又唔捻该听我讲，净系讲啊听下。搞错啊！小学系冇啊，即系净系一啲所有人都系。充斥住呢啲哇，佢啊，系啊，流言蜚语，佢啊，系啊，即系嗰啲咁嘅嘢，跟住你咧就会觉得佢话你，即系其实好多噶，你都唔好话就系啲咁啊，嗰啲咩传纸仔咧，系啊，哦，你写纸仔俾佢，即系你中意佢啦，咁样啊，系啊，好虚噶，冇噶，唔系，我记得我哋班有个男同学咧，系同晒所有女同学告白噶，好得，咁佢滥交啊，即系咧，我好记得有一次系目击噶，放过任何一个，试下啦。系一次过啊！我记得当时有一次咧，我哋就要排队，跟住去嗰啲雨天操场嗰啲放小息咁噶嘛。咁我好记得咧，嗰一次咧，我就同几个女同学都系排后面嘅，即系比较当时比较高啦，而家就好矮啦。咁当时咧有一个好矮嘅男同学咧，就行特登行过嚟排喺我嗰个同学嘅后面。
然后佢咧就同嗰个同学讲表白，咁跟住之后，另外嗰啲女同学就话：，哇，佢同你表白啊！佢琴日先同我表白完你啫，咁样，跟住你就觉得哇，即系佢嗰个人，但系点解佢系点同你讲啊？唔系同我讲，你见到佢其他，系冇同你表白。见到佢同我后面个同学讲，就唔系我嚟嘅。好中意你啊，咁嗰啲啊。系啊，我中意你啊，嘟嘟嘟咁咯。跟住佢点？就好似你头先讲嗰啲，好直接嗰啲啊。系啊，我好中意你啊，嘟嘟嘟。佢讲几次噶？系啊系啊，类似系咁咯。好似觉得佢口号啊，你明唔明？讲完就行开噶啦。有心咁。系啦，佢讲嗰阵时，即系嗰个人会点啊？而我目击嗰、那个诶、即系嗰个女仔啦，即系嗰个女同学咧，就系有收听开我哋呢个做乜啫嘅。哦，你一爆佢嘢啦，系啦，冇错。但我谂佢唔记得啦，因为太耐啦。旁观者清。系啦，旁观。唔系，即系意思个女仔就。冇反应，冇反应噶，唔理佢噶。我笑咯嗰阵时，唔系唔会理佢嘅，即系私底下知佢唔系中意佢，唔系嘅佢。我觉得细个嗰阵时咧，通常呢啲时候咧，即系佢真系唔系中意佢啦，佢表白佢就会话黐线噶，走开啦咁嗰啲咯。似咯，但系冇嘅冇嘅，佢嗰啲嘅啲人会系。嗰个女仔好成熟，冇咁做，但系唔理佢啫，系啦。同埋我见到通常呢啲情况咧，通常啲女仔即系就会话，即系会觉得。啊，走开啦你咁啊，即系好似你冇重复嘅头先讲佢嘢，我意思佢会用一个好厌恶嘅，当时系因为佢唔中意佢，唔系当时我觉得咧，男同女咧，佢哋嗰个坐学看界咁啊，佢哋会分得好清楚，同男仔玩同女仔玩噶嘛，哦，我冇噶，系啊，以前嗰啲同学通常会咁噶，就算系咪男女都系咁噶啦，呢啲人同嗰啲人玩，啊、我觉得小学咧，我嘅记忆中咧，小学系一个充满小圈子嘅感觉，其实不嬲都系嘅，无论小学定中学都系，都系，其实不嬲都系，我记得小学嘅时候系严重好多，人类咁噶嘛，系啊，冇办法啦，唔同你玩啊，咁又何？哦、我做咗啲咩咁？系啊，唔住，跟住就会不停都存在于你同呢个玩一轮，跟住就话你唔同佢玩。系啊，系啊，跟住仲要话，你同我玩啦、啊。咁我细个嗰时候会咁样啊，成日讲绝交咯。系 啊, 啊，我都唔明点解要绝交。好狠啊！系啊，绝交同分手差唔多。佢几日唔同你讲嘢，分手但系讲绝交。系 啊, 啊，但系绝交嘅感觉好似系发誓。但我比较冇，我冇话就系同女仔，我都记得小学啊，同男仔即系绝交。唔系，即系会倾偈，即系会多啲嘅互动，即系唔系完全。但系咧，小学嗰个气氛会，你同嗰个男仔熟啲，佢话哇，佢哋讲嘢啊，倾偈啊，嗰啲咯，系啦，会话咪你中意佢，中意你嗰啲咯。我觉得细个嘅时候好烦嘅，觉得。咁我试过。唔系呢，即系其他嘅男仔又讲话，唔系真系中意嘅，即系 friend 啫。其他啲男仔又讲话中意我嘅，系有嘅，但系就唔理佢啦。佢哋有一个好笑，我记得佢坐前边，系坐前边，跟住佢有一日咧就可唔可以借个笔盒睇下？跟住我抬头睇咯，咁啦，咁佢攞完之后俾翻我啦，跟住到我打开嘅时候有张纸喺里边，跟住佢入边咩？就写住我爱你咯。嗯，跟住你睇到，跟住我拎，好似三年班，系啊，跟住我就吓，跟住我就笃佢啦，喺前面之后，跟住我就话，我俾翻张纸佢咯，你张纸啊，跟住佢，跟住佢就话，你睇乜？佢话，跟住佢仲话，你睇唔睇到？即系类似你知唔知啫？跟住我就，我唔知啊，咁咯，诈傻吧，即系啊，俾翻佢咯，因为平时都有讲开嘢嘅，即系都。系说讲下倾下偈咁，但系冇乜特别嘅，系有嘅，有试过嘅。总之有啲就算，有啲就比较而家谂翻啲有男仔比较怕丑咧，佢就唔会咁样讲或者写嘅，但系会对你好好咯。系嘅，即系派宝俾你，其他人就飞噶嘛，佢行过嚟拎俾你，或者帮你攞啲嘢，攞攞咗啦咁。或者小息嘅时候同你讲，我呢度有啲饼，你食唔食啊？有啲人系完全唔会說，或者佢俾我特登喺屋企拎咗包啫喱俾你啊，即系佢有少少呢啲嘅动作嘅。嗰啲男仔都算好叻，我接咗朵花俾你啊，咁俾你，咁都算好叻啦。即系有做一啲咁样就哦咁咯，我觉得系啊，我都可能而家嗰啲更加。而家我的 friend 小學那個女都有呢啲嘢嘅，一定一定有嘅，點會冇啫？係咯，啲細路咁細，好細嘅細路。咁翻翻嚟啦，系讲完一啲清朝嘅事。清朝当年咧，仲扎脚嘅时候咧，系啊，讲翻文初啦，而家系文初，我哋已经解放，系啦，妇女已经解放咗啦。即系中学啦，系嘛？都可以系，唔一定嘅。你第一次你觉得真系自己
仲发现中意呢个人，你中意一个人啦、啊。我觉得系以为中意啦，而家觉得有嗰啲感觉，即系唔系朋友嘅感觉咯。唔系，我谂我以为中意人咧，嗰种感觉咧系觉得呢个人你好想见到佢，哦， okay、你成日想可以同佢关注佢少少，哦，咁就觉得自己中意噶啦。即系你觉得诶、哎，好似成日会想睇望下佢、嗯，但又唔想俾佢见到你望佢。咁呢个系唔系？咁呢个系差佬嚟嘅，呢个卧底。如果嗰个嘢好留心，又唔系好留心，佢就系差跟踪紧人咁啊嘛，系啦，我系差人。我觉得嗰个感觉，觉得以前觉得咁样就系、是。呢、這个感觉几时出现？系第一次出现嘅时候。系中学嘅时候觉得你好想见到过佢，系、嗯、偷睇咯。咁但系咧，装佢。系啦，即系佢会留意咗呢个人，但系咧你又唔敢同佢讲太多嘢，只系睇下啫。嗯嗯。咁但系如果同你讲，你就好开心。咁呢个就叫做中意啦，系咪？系。我谂嗰个系自以诶当时嘅自以为中意咯，就咁样样噶咋。嗯。冇乜做到啲乜嘅。样嘢系咪呢个感觉啊？即系有别于系你嘅朋友啊，或者普通识嘅人，突然之间有个特别嘅感觉。咁细个嘅时候咧，就我会自认自己系外貌协会嘅，即系我中意啲靓嘅嘢嘅。有人中意啲丑嘅嘢嘅咩？有嘅可能。O K， 即系细个都系中意靓嘅啦。因为有人中意嗰啲嘢系唔会理佢丑定系咩嘅。系啦，因为我细系啦，唔会特登 focus。但我细个净系可能觉得哇呢、這个人好靓啊，咁我就中意啦。可能系啊。就冇谂其他嘢，冇谂其他嘢，单纯因为嗰个人个样好靓就中意啊，系咁，所以可能都中意过好多唔同，所以就好容易中意啦。咁好多人都好靓噶，系啊，即系可能又唔系嘅，稍微好少少啊，几好啊，咁样咪好少少，我嘅要求好高，系要好多多，系啦，我会觉得佢好靓，咁我先好中意咯。咁啊，后来系。即系班上面有啲同学嘅，佢都好靓嘅，可能我成日望住佢啦，佢以为我中意佢。哦，但其实你又超我都唔系中意你，又唔系啊，高斗。当时都唔知道咩系中意嘅，咁我哋有约过出街噶。哦，我仲喺嗰个即系喺嗰个以前用 ICQ 嘛，就同人讲，哇，我觉得你好似阿边个边个啊，我好中意你啊咁啊。哇，咁大胆嘅。系啦，跟住嗰个人就约我出街啦。但我约佢出街，唔系佢约我出街之后咧，我又冇同佢有啲咩，即系去街就完咗啦，就完咗啦。跟住之后我又唔觉得佢好即系好吸引啦，系啦。咁后来之后就再认识一啲人都觉得佢好靓，可能我就会成日望住人哋咯。嗱，我望住人唔系嗰种痴，即系嗰啲痴汉嗰种嘅，即系我你以为唔系，即系可能嘛？唔系，我系观察人好叻嘅人嚟嘅、哦，即系我会观察佢咯。咁但系即系真系你话即系中意一个人咧，就系、是、可能系后来都 online 可能识咗啲 friend 噶，咁啊同啲朋友一齐出去嘅，唔系话单独约见面嗰啲啦，即系唔系同学嚟嘅，唔系同学嚟嘅，即系一啲识网上朋友，系网上嘅朋友啊，好危险嘅交友，系啦，唔系当时咧系陪人哋一齐去见人嘅啫，我系做即系陪嗰个人去，系啦，咁。唔系培鱼啊，培鱼系生仔啊，我忍住讲嘢咩？系啦系啦，咁当时咧就哦觉得哦原来有啲人系好 nice 嘅，咁我就开始因为即系网上交友都好 nice 嘅，其实系啊，我哋系成班朋友一齐出去宵夜食啊嗰啲嘅，咁就开始哦一堆网友发现自己系哦原来都会中意人咁咯，发现自己系啊系啊，因为平时都好 kai 下噶嘛，好 kai 下好，跟住你点啊？啊，咁你咧？中之后啊，唔好讲头先嗰个小细拖手圣殿嗰、那个。但其实我中学都系同佢一齐，即系继续嘅，一路延伸。都系同唔系，但系中学嘅时候我就会确切咁 feel 到我系中意佢嘅。系，就比起小学实实在在啲啦，结结实实系，就唔系实实在在，净系请你食薯片就算。即系就唔好似我哋两个咁虚啦，两个都净系识中意人哋啫。但系就唔会，其实咧以前我唔会。觉得讲出嚟嘅要，我唔知点解。我要讲嘅，唔通你唔爱我俾你，你爱我俾你。嗱，可能一来就觉得你讲咧，如果人哋唔系咁点咧，或者你唔会讲嘅，你会破坏咗呢个效应嘅，你觉得你无啦啦行去。即头先你话人哋嗰啲咩行过嚟讲，我真系好中意你啊，嘟嘟嘟嗰啲咧，我觉得哇，如果佢系一个好反感嘅反应咧，咁你点咧？
你个面蒙，即系其实系怕面蒙啦。咁佢讲啫嘛，我冇嘢。唔系，即系佢先做主动啊。唔怕讲，但系我系即系可能惊唔可以一齐啫。我咁如果细个嘅时候，嗰时唔会谂嘅系咪一齐，即、就、系、是、想佢知唔知道。但系你连我意思系，我会连人哋你究竟知唔知道有人中意你，即系俾佢知道都唔会觉得需要嘅。O、okay, K， 你唔会得到，你唔会想享受暗恋。即系嗰阵时唔知啲叫享受呢种感觉，只系觉得吓唔讲得嘅，好禁忌咁样，即系唔可以讲嘅。最好佢唔好知啦，或者佢自己意会到咧就最好啦，或者系就觉得意会到点啊？即系唔使你讲出口，你佢咁样样嘅意思嘅。Okay. 但系咁就一路由佢咯。你只系觉得诶，哦，如果佢同你讲下嘢，你觉得好好啦，好开心啦，咁咯。想得啫，莫莉莎。系啦，跟住你一路唱住背后就继续讲啊。咁就一路即系只会觉得唔需要有结果嘅，只系咁样嘅啫个过程。以后我与你需要慢慢唱，我哋冇版权。跟住就望窗啦，假设看窗外。好啦，系咯，系咪发我啊？系啊，我都系做中学先觉得我系中意佢嘅。系小学嗰啲就真系其实唔系咩特别嘢嚟，唔算啲乜嘢，都人哋记得啊，记得还记得啊，系咪先？但系另一其实五六年班嘅时候，就同佢冇乜联系，断开，冇嘅系隔篱班咯，都系啦，跟住知佢去咗咩学校咯，但系冇理过噶，后来系中二升中三嘅时候嘅暑假，就去咗石澳玩，就喺石澳见到佢咯，啊系，同啲教会嘅人，佢哋 gathering， 我真系仲有喺教會，哇，中二中三嘅暑假都成日去石澳嘅，系，可能我喺沙滩嘅呢一端咧，嗰度系学生嘅圣地，系啊，咁跟住就撞翻之后，佢就好似后来我哋系因为 email 而联系翻 ，You've got a mail， 因为我哋嗰、那个要用翻嗰个片段，嗰个纪念册有写 email。系啦，跟住讲咗几句嘢之后就话约出嚟，咁先发现原来佢个学校同我学校唔系距离好远嘅啫，即系隔离区嘅啫，系隔离区嘅啫。咁跟住约咗喺系啊，约咗喺我哋系咯附近嘅一个商场度去咗仙迹岩咯，系先迹岩啊！大家知唔知咩叫仙迹岩啊？咁跟住我个 friend， 即系我而家个 best friend 嗰时已经都系同学啦，即系已经都系 friend 啦，就陪我一齐等佢嘅都系。系啊，都会揾埋一个人做一个嫁娘，通常都系咁噶喎。嫁娘，我都只系叫佢陪我一齐，等到佢嚟咗，我飞就走啦。系啊，通常都系咁。以前咁，我都试过杨怡，可唔可以都一齐去？点一齐去啊？我都唔明点解啫。嗱，我就系被邀请话一齐去噶，好惨噶，好尴尬啊！我做乜睇你？我做乜柒啫？系啊，我都唔知点解噶。但可能嗰个女仔。嗱，一系嗱，你叫俾人叫嗰、那个，可能即系想揾个电灯胆，系壮胆啊嘛。跟住之后嗰个人又再约一啲人噶，或者嗰个人对方都有约一啲嘅咧。即系只系要求我个 friend 你企喺度同我一齐等到佢嚟到啦，你就走啦。咁点解你要咁咧？觉得系好似壮胆都系。我系想，我唔想等嘅时候，好似喺度谂嚟谂去啊，即系等佢嚟，即系约定前嗰个过程，点、okay, 啊咁样，想咁忐忑，有个熟嘅人同你一齐，排斥下啫，想排解下嗰个间住，并唔系要佢陪我，系啦，一齐。但系嚟咗你走啦，你走得噶啦，走得噶。系啊，佢知噶，诶，好啦，走啦咁样。系啊，我都通常都会俾人洗开嘅，我系俾人洗开嗰啲嚟噶。即系呢啲都系一个。跟住一翻到夜晚就即刻打嚟嗰啲咧。有个兵喺度，喂，头先都未食就话咁咁系咪？哇，佢真系好靓仔喎，咁我 friend 当时。就系、是、咁、okay, 有心有心有心但都唔会做咩，都系先真系吹水啫嘛。系 ，OK， 饮咗杯嘢跟住吹水啫嘛，冇乜特别嘅。食咗个肉燥饭，冇添啊，唔食肉燥饭嘅。以前细个冇钱，就系饮到杯嘢嘅咋，同埋多士咯，吐司十蚊啊，系系系，系啊，加埋杯嘢都好似廿几蚊咁嘅咋，系咁样嘅咋。跟住其实之后都冇做啲乜噶，唔系。我哋话真系个内容唔系讲做啲咩，我哋系讲讲中意嘅感觉啫。话真系你好想见到佢，系你想知道做啲咩，你想知佢做乜，系你会开始喺度计算点解佢唔揾你。佢隔咗几耐冇人嚟，即系你开始揾我嘅。系佢，佢喺翻间学。佢系咪中意我噶？佢真系咁忙咩？我又冇谂佢系咪当时呢、這个，冇谂佢系咪做，只系谂点解仲唔揾我嘅？佢做咩咧？打俾我嘅咧？咦，就我就嚟生日喎，佢会唔会做啲咩咧？即系喺度谂呢啲自己小剧场咯。系，但其实你依家譬如依家咁
老啲，我想咁成熟啦，唔系 true， 你讲老啦。嘅时候睇翻就发现，其实可能根本佢个脑乜柒都冇谂过。系啊，佢咪就喺度，好似猫咁，你唔知佢开唔开心，其实佢乜柒都冇谂过。即系佢就翻佢个学，佢去练，去练跑，佢继续佢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咯。系啦，咁样咯，冇咁深层次嘅，冇噶，冇冇噶，真系冇噶。咁当然仲喺度，哇！点解仲唔揾到咧？咁当然中间仲有出嚟见过啊。嗰啲嘢嘅，但系系冇，你会觉得吓完啦，咁就走啦，即系点啊？咁咯，同当时嘅认知拍拖就其他同学可能系有啲，佢又嚟接你放学啊，跟住又同你啲其他嘅同学，有啲同学一齐去食嘢啊，系啊，即系跟住仲会又话去玩啊，等埋一齐翻学嘅佢哋会，即系啊，或者尽量用尽所有学校以外嘅时间唔同学校啊嘛，系啊，去见啊，系啊，我见有啲即系又放学又同你翻屋企啊，唔知点样又倾下偈先啊，即系完全冇呢啲咯。冇先夠 dry， 跟住覺得搞咩咧？究竟即係點啊？原來戀愛係咁，即係幾係咯？佢又唔打俾我，又我打俾佢。咁我想問咧，你放假即係你唔喺翻學嘅時候，會唔會見面啊？如果咁講。好似冇，系啊！你觉得好奇怪，好似有，唔系佢嗰个都好纯情啊！我真系冇，系啊！你有啲点啊？火辣啲，唔系我啊，翻学校，我身边都有啲十月诶，仲有啲十月芥菜噶嘛，身边系啦，身边有啲同学系咁嘅，佢哋咧就会系暑假狂约出嚟噶，同埋老老实实，跟住唔知做乜事。中二嘅中二啊嘅时候咧，我班已经有同学咧系。大咗肚，吓咁劲啊！咁变咗就觉得哇，喺我呢啲真系小毛，即系有少少要谂啊。虽然好似好衰啦，吓，即系话佢其实嗰时大肚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即系佢要处理咁后咁细个一件事嚟噶，系唔可以咁话人哋噶。系咁，但系身为一个食花生嘅同班同学，就会谂哇，佢都已经去到嗰个地步，做咩？个阶段即系点啊？咁系我。嗱呢件事令我谂翻一单嘢，好想讲嘅，请啊！就系咧，就系我小学嘅时候咧，咁我有个同学嘅家姐咧，就拍紧拖噶啦。佢个家姐就系啲中学噶啦，只系我哋咧有试过喺佢屋企咧，就喺佢屋企间房偷望咧，佢家姐同有个男仔喺楼下公园约会，就喺度石石啊，跟住我哋成班女同学喺度睇啦，就哇咁样狂笑，系啦系啦，跟住你都明噶啦。咁跟住之后有一日咧，我哋就收到风咧，话佢家姐有咗。哦、即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啊啊啊、然后他要筹期落仔、啊。哇哇当时我。要泼水。是啦、啊。跟住之后我身边有一个女同学自此即就立一个目标就是说他一定要储钱。为什么呢随时落仔。随时如果有朋友需要落仔的时候、啊、借给他。哇我会吓死我他随时落仔有钱。不是是他。觉得要一定要佢理财咁样，好义气喎。系啊，因为咁佢就开始储钱啦。系啊，我就觉得哇，呢件事原来佢义气用喺呢度，而家佢立志立喺呢度嘅，点解有啲奇怪？储钱系啱嘅，但系俾人做呢啲嘢，听听下先。佢惊我另外一个同学有咗，即系佢系因为以防有人要，即系嗰个系落仔基金，如果咁讲，系啊，冇错，泼水基金，以防有人泼水，但系佢真系好 nice 咯。我觉得呢件事，虽然我哋。后来身边的朋友冇在呢个中学阶段有基金攞泼水，系啦。但我哋就至此有个警惕咯。但系嗰时开始睇好多戏啊，嗰啲嘢嘅时候就开始谂啊，点解唔系好似人哋拍拖咁样嘅咧？即系，但其实很好啲啊。点会我又未做嘢，学中学生点好似人哋咁啊？咁又唔系，即系我咁谂啊。我识好多同学都系冇嘅，即系嗰啲诶做戏会一起去餐厅食嘢啊，一起去睇戏。即系你话我唔使咩餐厅，即系出街石石啊，拖手啊，或者去街啊，佢约你啊，佢氹你，可能整啲嘢俾你啊。你唔一定大肚都可以石石下面啊，咁噶嘛。即系嗰啲系拖有拖嘅，有拖嘅，突然之间谂下收翻字先系。有拖嘅。咁嘅。唔系嗰啲好浪漫嘅，唔一齐嘅时候系会哇，有冇粉红泡泡啊嗰啲啊？有，成个回忆都系蔷薇色噶啦，写出嚟个。O K， 蔷薇色即系咁，同埋成个回忆都系一个玻璃镜嚟，系啊，滤镜或者 filter 美颜咁样，系，但系冇乜。但我嗰时第一次认知，我真系住佢，我成日谂住点解佢仲唔揾我咧？好耐冇见过佢啦，点啊？十月芥菜啦，又唔敢打俾佢，即系我有佢屋企电话，但唔会打俾佢屋企啦。以前有冇手提？有噶啦，有噶啦。咁打手提又唔敢系咁信息佢咯。哦，因为钱嘅，都唔会打嘅，点会打啫？
你唔兴嗰时已经觉得唔好，唔好打电话俾佢，好唐突啊！信息算啦，即系好似我同你调转。我细个嘅时候好主动噶，即系但系当然唔系对男同学啦。然之后行过去，你好样衰，走开，你死死你！唔系我系会主动打俾人嘅，即系你唔系话男仔唔会，男仔会。哦 ，OK， 系咯，打去。喂，我系我想揾陈嘉欣啊，佢食完饭未啊？唔系啊，屙紧屎咁样直接讲噶嘛？你转头打嚟啊？唔系，但我同你调转就系，我哋好中意去玩啲男同学啊！我哋成班女仔咧就去完石澳之后咧，就会喺回程嘅地铁嗰度咧就打电话，嗯，然后打电话去俾啲男仔嘅同学。但系呢个你系捻化佢哋啫，系啦，并唔系捻化，你并唔系恋爱嘛？即系你唔系你中意佢，打唔打俾佢好咧？哎呀，打咗冇听喎，咁点啊？佢阿妈听够线嗰啲啊？唔系话嗰阵时，唔系当时发明咗 ICQ 嘅，应该唔会。同埋我记得后来我有次鼓起勇气打去佢屋企嘅，哦，点不知打去佢屋企打得止，唔系打去之后咧。响咗下，即系佢去咗个咩？你要输入个密码先可以继续听。哦，系啊，系啊。以前有一个功能，系啦。当时我谂紧密码，密码系咩啊？咚咚咚咚咚啦，一个 cut 线咯。系啊，因为后来有啲家长唔俾啲细路倾电话咧，会咁样噶。系啊，我以前细个倾电话王嚟嘅，倾到要掹嗰条线收埋个电话，实体电话。但系就唔系同咗啲。我傾八婆嘅啫，都係流流快快，即係唔係暗戀人嘅。我突然間諗起，我係傾到要，即係佢要做呢個行動，就係將個電話收起，掹咗條線。Amazing！ 咁又唔係，我屋企係唔會阻止我噶。我瞓覺兩點幾，我哋仲喺度幾人會議。你嗰啲係自由嘅國家，佢係北韓，係啊，北韓細個都係咁噶喎。你喺美國，係你會唔會連續幾個一齊拉啊？即系除咗三蚊就再六个人一起讲，但系讲唔到嘢嘅咁样，好系啊，好似我哋而家咁啫嘛，人哋嫌我哋嘈嗰啲啊，三个已经够啦，咁戴住耳塞听咯。我试过嗰时最戇鳩系咧搏咁多条线啊，跟住咧我讲一句，哇咁即系而家点啊？你系咪要去买？你问紧边个啊？你系边个啊？你啊？因为太多人，边个你啊？啊咩咩咩？好彩我哋得咗三个人啫。我记得咧，你抄开少少呢个电话问题。我记得咧讲呢个三人会议第一次嘅时候咧，我哋系误以为电话公司搞错咗，而出现呢个奇迹。边个八婆搭错线？即系我以为，咦，唔系我头先系边个咪收线？点解突然间佢把声出现咗嘅？系咪 Zoom 嘅神迹咁啊？跟住就觉得哇！点解我哋三个讲嘢？喂，你而家有冇收线啊？哇，真系我哋讲嘢，哇，系喎，听到可能电话公司搞错咗啊，系啊，细路嗰阵时真系好细，系啊，跟住我就喂，但我哋唔可以放过呢个机会，就喺度倾偈，但系倾到冇嘢好倾噶。好，翻去主题先，唔好讲电话，唔系但系答佢少少啫。我试过因为倾电话，后来屋企人即系可能有人用紧屋企电话，跟住用咗手提咧，跟住个电话费系千几二千蚊。因为倾电话，因为咁嘅，唔系因为倾电话，因为 send 信息，唔同台 send 信息，以前唔同台，而家冇呢啲嘢噶啦，冇啦，而家冇人知。以前沟女沟仔前第一句问你咩台，系啊，啲人有一段期间好兴咁讲噶，你系咩台？因为同台咧嘅，如果你听唔明我哋讲咩嘅话，你可以睇翻《春娇与志明》。真系，我识咗一排就话转台，但系冇人咁蠢嘅，唔好乱嚟啊！但系嗰阵时系因为呢个。原因嘅，好搞笑，我听过系，系，佢哋如果拍咗拖，仲要转埋同一个台噶，系啊，就系话杨千嬅，哇，啲女咁快就转台，咁蠢，小心啲好喎，系，即系好一个年代嘅一个产物，系啊，即系而家唔会再有，而家冇呢啲，而家免费啦 ，WhatsApp， 而家 WhatsApp 唔系啊，而家 Telegram 啊，你仲唔知佢几时换？同埋我觉得咧，嗱，所以我哋讲咧，你会。讲电话啦，但系而家可能少咗噶，即系因为可能有信息啊、语音啊，系啊，即系语音嗰啲咯，嗯，即系见到面冇嘢冇事嘅，但系就讲电话就唔见到面又讲埋啲流流快快嘢啊嘛，系，但系到倾电就冇嘢讲，系到倾电嘅时候，系倾电话嘅时候就喺度，即系瞓啊，咁你而家做紧咩？同我讲电话咯，我都同，我记得嗰时我答佢，我同我妈睇大长今。我记得呢个答案，我睇大长今，跟住佢就话：哦，我冇睇，我妈出面睇紧，我冇睇，我喺房，跟住就静咗啦。跟住就诶，咁你而家做紧咩？跟住过一阵之后，佢就唔知问：咁你几点瞓啊？睇完咪瞓咯，即系好 dead 啊！
可能唔识讲咩话题咧、啊。我反而谂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中学啦，你咪讲讲电话嘅。系啊，我有试过咧，系我个 friend， 我去佢个 friend 屋企住嘅，因为佢屋企好 free， 得佢同佢家姐。头先唔是大肚嗰个家姐，系咁，然后咧我就去佢屋企啦，就即系可能住几日嘅暑假嗰阵时，佢咧就同一个男同校嘅男仔咧就倾电话，倾得好热烈嘅。嗱、嗯，同你调转啊，喺电话嘅时候就好热情。见到冇嘢讲。跟住之后，后来我就问佢啊，咁你哋点啊？哦，见面之后好似冇咩讲，就冇乜一齐啦。我发觉好似我觉得系倾电话或者喺字上面咧好多嘢讲，见到面反而奶奶地。咩？我调转嘅点解？系啊，我多数觉得系咁噶。系跟住佢哋就冇一齐啦，即系同你嘅情况系调转咯。哦，唔知讲咩见到，即系好似好尴尬咁。即系平时可能你好好倾噶。或者你在网上面文字交流的时候好冇喎，好多嘢倾喎。诶，嗰阵时我成日睇佢 send 架都唔 update 嘅，咁你做咩再睇咧？睇佢冇 update 咯，就系日捻就喺度睇咯，有密码嗰啲 send 架冇嘢 update， 系啦，又冇嘢好睇啦。系啊，我就开始无无谓谓喺我自己 send 架写一啲，希望佢睇到，而发现佢冇睇。系啊，从来冇喺度捞乱啊，系冇错。因为嗰阵时 send 架好兴话，你 set 咗啲嘢，你可以睇到边个人睇过你 send 架。Fetch 都系咁，即系或者佢要啲人登入咗 send 架先睇到你 send 架，咁你咪知边个睇过你。以前成日都 MV 噶喺嗰个 send 架，或者系我喺写句歌词啊。你就要人哋鼓励啊嘛，或者写呢个歌词就想佢听成首歌嘛，啊、但系写一句歌词啫。呢个咪就系 MSN 个标题咯，一样嘅。星星斜动，我当时呢个咁嘅恋爱情况，我写得最多嘅系《七里香》嗰个歌词。我以为你系晴天，你是我唯一想要嘅了解《七里香》嗰个。跟住啲人就要写啲咁嘅嘢，然后我 friend 就。留埋啲 add oil 啊，唔知乜嗰啲。OK，add oil 都系一个经典嚟。跟住之后系不了了之嘅。我觉得喺 ICQ 同 MSN 嘅年代，大家都好中意将一啲自己嘅感受啦，放喺啲 status 嗰度。开始有呢、這个系啦，整啲好似譬如歌词啊。但系其实都系只系想嗰条友睇啫嘛。系啊，但系嗰条友其实就冇乜，即系冇乜嘢反应嘅。其实玩到依家 IG 都系咁啫嘛。系啊，你都其实系想。即是你有时你以为追了他，我觉得当时其实都是即是很想他了解自己啊。是啊，所以为什么谈不到偈，其实真的不尴尬。但是小哥不会知道嘛。你有没有想回呢，刚才你说即是写一些东西是一些譬如 ICQ 或者 MSN 那些难度，等人家想你的 target 看到啦，你的目标客人看到啦。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通常你目标那些观众是没什么接收到。反而是一些旁观的或者狗不搭八的人问你，即例如你本来想 target A 看到然后问你，但是你 target A 一直都看不到，但 target BC 那些茂丙就会问你了，代入了，其实你喜欢听一首歌，或者你为什么会写这些东西，这个游戏到现在都是这样。是其实你是不是、想点点点，即是你反而引到一些最好都是最肤浅的问你，你不开心吗、啊、是啦，即是说我死马鞭啦、啊！突然间，你系想嗰个人问你啫？最近有个新闻就系杨怡咪写一句嘢，唔系呢个杨怡，真系嗰个杨怡啦。人哋改咗啦，叫杨善瑶啊，杨西系咪？跟住就为系问翻老公，佢咪写紧你啊？咁即系都系咁嘅意思。跟住就唔系我嚟，佢个 friend 啫。佢话佢 friend 唔关我事，大佬咁。系，即系我意思系，通常都系咁。你 target 嘅客人系冇反应的。咁其实有阵时同你都唔好话写啲嘢出嚟啦，你如果可能同你中意嗰个人或者你嘅伴侣同场，然后又你中间又唔系好美满嘅，有啲嘢你可能有啲行为有啲动作系做俾佢睇嘅，嗯，只系希望佢 get 到，但佢永远都 get 唔到，系即系你好似 target 嗰样嘢都系冇。我都系走先啊，其实你想叫佢去边啊，或者跟住你尾，然之后你去边啊，你翻，但佢冇，佢就继续喺度玩啲，都咗咁早走，而家唔走最多 N 二五九。即系咯，你头先嗰句系咁先啦，咁好嚟噶。你做乜事当真啊？突然间 old school， 即系我意思系，你永远想人睇到你写出嚟嗰啲嘢咧，嗰、那个人睇唔到咯。系咁，同埋你冇都系你以前都你好少。而家 story 仲睇到边个睇过你添？系、但你唔系啊，类似嗰啲。以前冇呢啲咁样嘅软件，讲紧系中学，你啱开始中意人嘅时候，你唔好话。你唔好话铺啲嘢啦，你讲都唔会想，你都唔知点讲啦，点讲俾佢听？咁唯一嗰条好幼嘅巴度写啲嘢咯，就系、是、系啊，只可以喺嗰度宣泄，或者到佢问你做咩事嘅时候，我冇事啊，
冇嘢啊，咁冇嘢，跟住突然之间演变咗，你 MV 紧，突然之间演变咗嗌交咯。OK， 咁就系啊。因为他觉得吓、啊、我问你做咩你又发脾气，咁就嬲。我都唔知道你做乜，系啊，我冇见你好耐做咩啫，就系咁样做咩啫。我嗰时成日以为咧，哎呢套戏就系想唔知道会唔会一齐睇咧，定系咩？跟住冇出现过。其实你就而家就会谂翻，直接问，哇、哎、呢套戏会唔会一齐去睇啊？其实我觉得而家谂翻嚟，即系点解唔直接啲讲？因为好多人都冇直接讲，所以唔知做乜鸠咁。系啊，无疾而终咯。是啊是啊。我会而家好奇想知道如果而家嘅我呢係会夠膽试下讲一啲嘢或者做一啲嘢就睇下咦如果对方会扭转咗呢个。唔好就立立快快咁喺度恶算。就係望。望。唔係嘅，有時太主動都唔好嘅，一啲啲咯，我睇人係啊，我後來嚇親啲人，係啊，會嚇親人，因為我聽過有啲 friend 就係話，即可能青少年嘅時候有一啲青少年期啦、青春期啦，可能有啲人同佢表白定咩就嚇窒咗佢咯，哇佢咁樣好撚驚，即係你先以後就會覺得，即係佢覺得哇使唔使咁主動，即係更加會唔中意啊。嗯、其实可能嗰阵只系主动咁讲，或者约佢啲，就吓约我。唔系，即系嗰个人即系想表达自己嘅。系，但系就吓窒咗一啲人，令到造成一啲阴影。咁严重咁好啦，唔会影响啲人嘅阴影。有啲人系咁噶嘛，唔中意。即系可能咧，有时你青春期嘅时候，你中意佢，你就好想表达啊，或者系喂即系成日同佢一齐。系啊。即好似佢头先讲，佢都唔揾我啊咁。系啊。但系如果有一啲人咧，即系好似我同阿牛嘅 case 系相反嘅，我可能会好想揾嗰个人嘅。但嗰个人可能会厌恶你，你哦系，而佢又唔系真系中意你噶嘛，因为佢都唔知道自己其实系做乜，系啦，佢会觉得，唉、哎，做乜成日揾我啊咁，总之又唔想读书，又唔想翻学，又唔想做功课，又唔想测验，乜都唔想，就系唔知留快咁行嚟行去咯。系啊，成日都可能去啲咩商场就榴莲，系啊，唔知道做咩，放咗学就要去榴莲两三个钟先再翻屋企噶。讲起有一次，我就又系谂紧，点解仲唔揾我？跟住我去补习啦，经过一个天下嘅商场啦。跟住呢条友居然喺嗰度行出嚟，吓！跟住我睇下，觉得吓咁啱嘅，我脑系咧谂你咁得闲，系你唔打俾我咁啊？即系你唔 WhatsApp， 点解你唔回应我？系啊，跟住我行过嚟度做咩？跟住佢俾张传单我，哦，我 friend 间铺开张啦，俾张你，咁就算。跟住我就要。就嬲啦，系嬲咯。但系佢知唔知系嬲？唔知道。佢觉得做咩啊？咁行出嚟咩会系？真系唔谂明噶。佢喜欢嘅呢个男仔都好迟熟，唔系同埋佢觉得佢唔系知咩拍拖，佢唔系迟熟，佢只系唔 care。系啊，做佢觉得你唔系佢觉得我自我喺个商场度行出嚟，佢就话咁啦。系啊，我觉得做咩啊？系咯，我做过啲咩嚟？我俾张嘢你啫。系啊，所以后屘我放弃咗佢之后，转移暗恋男老师，安全好多嗰件事，日捻日都见到佢。唔系，其实暗恋都几好啊，我觉得。暗恋又唔一定要一齐，都系。而家谂翻会好好嘅，但系以前会觉得系痛苦嘅，即系你只要单方面。我从来冇一齐，我应该唔会痛苦嘅。我唔觉得痛苦咯，只系会觉得啊，究竟几时我先至唔使暗恋咧？明恋。因为我暗恋嘅时候，我知道其实我同佢唔会一齐噶嘛，啊啊、所以就好明显就唔会一齐噶啦。但系你心想啊，咁我几时先至真系条友暖翻我咧？有，我头先一路讲紧我有，系、啊，你一直都系暗恋嚟嘅，系一直都暗恋嘅，有，系啊。但系我又唔系好追求结果嘅啫，嗰阵时，真系。但系你又话痛苦、啊，佢系铁达时嘅痛苦，咪就系觉得好似只系一个人，做乜鸠都喺度，系啊，即系你咪得你自己喺度，即系 FF 啦 ，OK， 系啊 ，FF 呢个内容你都唔好意思讲俾人听嘅呢个内容，讲俾讲俾佢听。所以嗰时啲人系啊，嗰时啲同学全部都唔知道我中意嗰个男老师，冇噶，你唔会讲噶嘛，唔系。我唔知道可能有人会 share 嘅，但系我意思我 我就冇 share 嘅，因为我觉得唔想俾人知嘅，即系唔知啊。你以前细个会有种咁嘅感觉。但系我哋通常女仔都会 share 俾人听咯。其实我中意佢，由于我嗰个系男老师，费事。哦， okay, 我冇特登 share 俾人听，我唔想俾人白咯。但系就算我暗恋个男老师，我冇做过啲咩。哦，系做啲咩？即系冇噶，冇噶，就算系咁，佢教个科我都系唔合格。咁你咪沉醉喺嗰个 FF 啫嘛？只系自己喺度，系啊，自己以为中意咗佢，咁好多幻想咯。例如你可能好近见到佢好开心咁嗰啲咯，系啊，都系嘅。冇噶，冇一个结果。我会谂咯，佢今日叫我名，系啊，即系咁，即系咁噶咋，系极戇鳩。喂，同埋可能，咦，佢冇翻学，唔知做咩咧？唔系我唔会中意一啲好近嘅人嘅。我就系研究，咦，佢今日自己揸车翻嚟，唔同我老婆嗌交咧？
定佢老婆唔翻？点解咧？咩叫好近嘅人啊？即系我唔会中意啲同学，系实体距离近啦，定系唔会中意啲同学噶？譬如咧，如果即系同班唔得，隔篱班可以。我中意明星嘅，即系我都话唔会中意啲附近隔篱学校得唔得？隔篱学校可以咯，够唔够远？唔同区啊，得够唔够远啊？呢边啊，对面海嘅谂谂。九龙嘅就冇啦。我会偷偷地摆佢张相喺以前啲教科书入边，跟住隔篱个男同学，呢个边个嚟噶？喂，叉屎，系啦，咁样类似系啊，唔会讲呢个字。咁我就可以光明正大，人哋就知道我中意一个人。我会嘅，系啦，但系咧佢，但系佢唔识嘅，咁就 OK 咯。即系有啲，即系你唔想俾人知嘅啫。其实因为嗰个对象，我以前咧都有讲关你咩事啫。我打前，我而家谂起我讲得最多系咩？你问咁多做咩啫？哦，我讲呢个咯，我谂一丁谂起，你问咁多做咩？我意思话你中意个人唔想咁近，因为你唔想俾人知道你中意嗰个系边个嚟嘅。咁就算知道咗都冇所谓，佢系边个？系咯，即系因为对面海唔知边个嚟。系啦，佢唔想佢知道，譬如呢个系咪隔篱班个乜乜嚟嘅？佢中意咪乜乜谂嗰啲。同埋我细个好中意啲大嘅人咯。我都系中意啲靓人。成人，成人咯，过咗18岁嘅。系啦。过咗噶啦，或者系已经系直情系过咗噶啦，过咗。我谂下，唐古正，喂佢大我男人嚟，我边算古正？唔系，但系我好迟钝噶，我即系嗱，我自己中意其他人啦，但可能有人中意我唔知噶。系即系后，即系后来即系就嚟毕业嘅时候，可能有人同我表白，我一时时啦嘅咩咁。我有阵时会好容易 get 到嗰个人系中意我。哦 ，OK。但有阵时咧觉得吓冇乜特别啫，反而其他人就佢中意你啊，我就吓系咩 ？Sorry， 我真系唔知。唔系你系咪 show 咗个数字？我系我个 sense 系因为我对嗰人都觉得几好嘅时候，我先 sense 到佢原来系中意我。系啦，即系你同佢冇乜反应，冇列入过可以 sense 嘅范围，就唔理佢啦。所以你个 sense 就坏。会 sense 佢噶嘛？咁啊，其他人睇咗就哇，佢中意你啦！佢根本就吓，因为你冇意思，真系。同埋我咧，我扑街。如果我发现有啲人原来中意我，但唔中意佢咧，我会避开嗰个人嘅。哦，呢个系好惯常手法，好正常嘅，我都系咁嘅。但系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会。会同佢讲哦，唔好咁啦，做朋友就算啦，即系唔会咁啲人咁正常嘅咩？咁成熟嘅咩？我个有个 friend 系咁，通常都系逃避嘅啫嘛。佢会同佢讲话诶，我唔会中意你噶啦，即系我哋唔会一齐，佢直接讲俾佢听，喂冇噶咁样咯。你醒啦，系啊。后来我先学到呢件事，当时我系唔得嘅。哦，即系都话俾佢听，你唔中意佢啫，有佢咯，系系佢中意我，我避开佢咯。哦。是啊，即是可能不一起。我觉得避开是通常大部分这种年纪的时候会做的事，即是你不知道处理啊。我到大个都避开。其实你知道他喜欢你，但你又不好意思 hurt 他说我其实不喜欢你，不过唉算了不知道就走了。是啊，但现在我当然有时候是啊，我不会讲的，即是我不会好像我当时的朋友说他很勇敢。我都做不到，很容易会 hurt 到人。你怕他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会怎样。我唯有是什么呢？我唯有就是不停地做一些行为令到他发现其实我们是啱噶，即系我哋唔夹噶，我系咁样噶。其实你知唔知啊？咁系啦，咁样去做一啲嘢，你又未至于直接讲话。其实我唔啱你，令到嗰人知道哦。其实唔 match。You are not my cup of tea。爱情系 why not 嘅？要讲到咁好惊，好虚嘅啦，咪？诶，系啊。唔系，我都趋向你嗰个手法。即系如果我知道佢中意我咧，即系我会用呢个。做一啲嘢或者讲一啲嘢暗示，或者有啲嘢更加分得清楚。系啊系啊，千祈唔好唔好拉埋一齐，受佢着数，或者点样，即系唔好啦，我都系整翻，即系均真，行均真路线。系啦，唔系我觉得如果唔中意佢，就唔好同佢咁近咯。系啊，即系夹唔开啲咯，同佢认真，系点沟佢咯咁啊？又去讲呢句。都系 you are not my， 呢个 not my cup of tea 呢句嘢系唐文龙教嘅，我以为郑中基，唔系啊，嗰个栋笃神探嗰个啊 ，OK， 突然间唔知道边度嚟嗰度，我唔知道今集会满足到一啲好想知道我哋感情嘢嘅人，满唔足唔到噶，唔算，因为都讲，我哋但系有啲嘢都讲过嘅，吓、啊、我哋系咯，都讲咗好多噶啦，下次再 deep 啲啦吓。Deep 下啦，好啦，我哋可能下一次系咩我尽量做到，可能每录音都有一集系呢啲啊，抽探下啦，因为大家成日想听，因为我哋冇讲过，跟住阿牛就翻去写多啲出嚟。嗱，我想大家即系其他听众咧，听到咧可以D M 或者 P M 我哋啦 ，whatever 啦，就讲下。
你第一次喜欢人的时候呢是几时啊？发现我哋揾一个单元讲出嚟，系啦，咁我哋就可以下一个单元嘅时候就分享翻，原来呢啲人咧曾经呢个时候发现自己中意咗佢啦，咁咯。我哋将录呢个广告嘅责任加诸咗喺听众嗰度，都系好似读信嘅系咪？你哋写波就读出嚟，留言。我唔系谂住喺嗰度讲，谂住录节目嘅时候讲。而家就话听暖，仲想喺内涵失涵嗰度讲。我发现很多 podcast 咧系每次都读人哋嘅来信，你就做啲 podcast？ 唔系我唔，即系我哋算系咁啦。系啊，有啲人咧，佢哋会有一集系全部系讲来信嘅人嚟嘅。唔系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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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都有嘅，系啦，唔系啫。我哋冇攻击人哋，即系话我哋冇礼貌啊。系咩？有唔紧要啦，系啊。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有嘅，各个节目都有各个节目嘅。一定要听上集先好听下集，系啦。好废，一定要听下上一集先。好啦 ，Hello，Hello， 好啦，拜拜 ，Hello。Yo，What's up？